山景呢，山青草绿，非常的漂亮，是不是？并且啊，这个小区非常的安静。那么 Hillcrest 这个小区呢，一共有76栋房屋，那么它这个小区呢，占地是140英里，那它每栋房屋的占地呢，是从8000尺到29000尺不等。那么这边呢，房屋通常都是5房到6房，有一些可以做到6房，那么都是双层的设计。那这边的 HOA 呢，大概是583块钱每个月，在小区全部完成的时候。那像我刚刚所说，这边学区很好啊，然后 Pinto Hill 这个城市呢，近几年华人非常的喜爱，它的学区啊，还有配套设施啊，还有华人生活的餐厅啊，还有超市啊，这些必备设施都是非常齐全的，所以是一个蛮好的选择。好了，继续去参观吧。